张继科4-3赢的上田仁啊，明天呢，明天的上午，10:40，张继科将会对战德国的老将波尔啊，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中国体育啊，明天呢上午我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现场的直播，一场是张继科的，还有就是，今天马龙和张本的胜者，对，明天的半决赛另一边呢是李尚洙，韩国的马龙和张本的胜者将对李尚洙。好，咱们一起给龙队加油啊！我相信龙队啊，六边形战士，这是日本的这个乒乓球媒体给龙队分析的六边形战士，根本没有死角啊！希望马龙能打出自己的这种水平和状态啊！张本智和已经入场了，15岁的小将啊，能跟世界上这么优秀的选手对抗啊，他的实力真的是可以说很强。好，咱们龙队来了啊！比赛马上开始啊！马龙应该是，估计应该是第一次跟这个张本智和打。看看啊，马龙这个一上场的这个调整的状态啊，我相信马龙这么有经验的运动员啊，而且又是全世界，可以说全职业运动员里面开局打得最好的运动员啊，15年在波兰公开赛的时候打过，已经是3年前了。张本智和这么年轻啊，而且呢，可以说他的这个发挥啊，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。这个连续的参加这种公开赛呀，这种的，张本智和呢，这个速度啊相对比较快，力量呢并不是太大。而且呢，他的这个赢完一个球，这个吼叫啊，确实是，我以前我也说过啊，确实是也给很多的运动员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啊。每一个球呢，都在那儿赢一个球呢，都在拼命的喊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，我感觉，我个人感觉。
好，比赛马上开始啊，咱们一起给龙队加油。上来先是张本先发球啊。好球，好球啊！马龙上来这两个接发球啊，接的其实都不太好，第一个接的也很高，第二个直接吃了啊。看马龙的发球啊。发球肯定有变化啊！来 ，one two， 好球。毕竟两个人啊，三年没有交手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张本呢，这个进步还是比较大的啊。看看马龙如何应对。马龙这几个接发球啊，上来呢，可能这个三年没打，马龙上来也是试探性的，这种，对吧？先看看对手的这种发球啊，速度很快啊。马龙的这个接发球接的这四个发球啊，接的都不是太好啊。好球，马龙的发球变化直接长球啊。自己的发球啊一定要想细拿住。来看看马龙的接发球啊，前面这几个球接的都不是太好啊。看看，好球！马龙的这个正手的摆短啊，还比较转，这个球明显转，对手一挑，擦网出界。对手很快啊，全是在近台，而且落点的变化也很多，马龙一定要注意。你看这个，直接给马龙的中间，马龙一定要注意啊！好球，马龙的发球还是有变化的。对手的接发球拧拉的也比较多，所以马龙在这个发球上肯定落点上变化会很多，不让对手站住，长球。真的很快啊，这个张本在进去，真的很快。马龙一定要注意啊，控制节奏。你看，速度真的很快，全是在进台不退台，你只要稍微一慢，他就加快速度。所以马龙啊，这个一定在落点质量上啊，再增加一点。好球，对，摆着转啊，把旋转旋转一定要弄出来，限制他这种速度。
哇，这个发球其实发得很好啊，马龙没想到他能这个能摆渡短啊，这个小三角啊，马龙一定要还要准备充分啊。好球啊，接发球让马龙还是得想想办法啊，这一局接发球呢还是问题比较大。好球，对了，也从他中间到反手啊。这个球回怼了。马龙的自己的两个发球啊，详细啊。张本11-8先胜啊，没关系啊。马龙呢，我感觉第一局更多的是在接发球上呢是有一些试探，因为毕竟三年没打了啊。确实呢，这个第一局呢接发球上呢确实处理的不是很好啊。我相信呢，通过一局啊，马龙能及时的做出调整啊。我也充分的相信马龙的这种实力和应变能力啊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张本的速度非常的快啊，马龙呢。一定要用这种落点的变化、节奏的变化，不能让他的这个特点啊发挥出来，啊，尤其是反手位这半台啊，速度真的很快。所以呢，下一局呢，包括马龙的发球啊，也要多变，落点上的这个多变。所以，啊，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。马龙还是要注意张本的这个速度啊，尤其是反手这半台，左半台啊，速度真的非常快。看看马龙啊怎么做出调整。Second game, 马龙 to serve level。我相信马龙这一局从开局啊就会调动得很快。好球。对，必须要先发动了啊。对，马龙的发球啊要加一些晃，让对手啊接的时候呢站不住位。好球，你看马龙的发球的变化啊。好球，看第二局啊，马龙啊及时做出改变啊，对他的这个发球呢也吃的相对比较准一点了。嗯，还是反手啊，你看还是张本的这个反手啊，速度出来了，落点的变化。好球，好球，非常好啊！马龙有准备他的这种速度的话就没问题，对，非常好。
好球，还是盯着他的这个正手短啊，正手短是他的一个，是张本的一个明显漏洞啊。马龙已经这一局在他正手短得了好几分了。5-1啊，开局打得很好。哎，又是给反手啊，这个球。其实这球摆到他的这个中间正手位，摆的还是不错。这球要再给个中间就好了。还是落点上啊，马龙一定要注意控制。发完球啊，这直接就跳过来。发完球直接就跳过来了，反手拧。马龙还是要注意啊，自己的发球详细啊。哇，这个球啊，侧身能拉到直线。哇，机会机会啊，5-1领先啊，被追到5-5，这个时候马龙啊要注意控制一下节奏啊，别着急。对了，你看他发完球还想跳过来拧，马龙直接一个快劈中间长，对，接发球有点变化，马龙的变化还是很快啊，看看这个接发球啊。好球，对，你看他不敢跳过来拧了，一用正手，马龙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大啊。马龙的发球还是要详细，上一轮的自己的两个发球啊都输了，这时候马龙的发球肯定有一些改变，看会不会发反手小三角或者这种底线长球啊，这种变化，包括正手短。这个球没有合上力啊，对手这拧拉的这个节奏是一个慢节奏。好球，对，只要他一用正手接，啊，这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，对。马龙的接发球啊，详细。来，擦网，运气。接发球啊，还是出现一些问题。马龙的两个发球啊，一定要详细啊，8-8了。又是反手啊，又是反手。马龙在落点上啊。好球，这球发得好啊。晃的发长的啊，9-9啊，看马龙接发球。
说上去啊，很上啊，这个很总啊，这句话。还是要盯住啊。马龙啊，这两局啊，还是在这个接发球上啊，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还是相信龙队啊，能扭转这种局面啊。虽说0-2落后，从这一局看呢，马龙呢还是想了一些办法啊，还是在5-1领先的时候啊，连输了几分，包括到后面啊，这个接发球啊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没关系，相信龙队啊，能把这种落后的局面给扭转过来啊。看看第三局啊，看马龙啊能做出哪些调整啊？对手啊确实拼得很凶啊，速度很快。马龙的接发球啊，还应该更主动一点啊。控制有的时候太多了，有的可以接发球直接拧拉调打起来。接发球还是摆在他的中间正手点，你看他的反手衔接真的很快啊，落点上一定要变。哇，你看又是反手，但他的反手速度真的很快啊，而且今天这个张本的反手几乎没什么失误啊。好球，好球！对，马龙在落点上，中间啊，这个落点很好啊。哎呀，张本的这个运气啊，太好了！全是这种球，一打挂网啊，什么这种。马龙的接发球啊，还是要想办法。对方发的基本都是不转的啊，没发过几个转的。连续两个接发球这种推挑失误。今天啊，张本啊，这个很果断啊，而且感觉确实是胆子很大啊，有点超出了这个马龙的这个想象，我感觉今天。没关系啊，一分一分咬。好球。马龙还要一分一分咬啊。
又是直线啊，马龙啊去他的反手太多了，看全张本的反手啊今天几乎没有失误啊，而且变直线质量非常高，所以马龙这个落点上一定要有点变化了啊。对手这面很强势啊，反手这半台。看看张本的这个心态啊，会不会有一些波动啊？现在领先，马龙啊，这两个发球一定要拿住啊！好球，好球啊！别着急啊，一分一分慢慢追。哎，这球其实是等在那的。还是啊，一分一分的追啊。好球。对，接发球吃住了啊。这种球丢啊，这种球没什么旋转。好球，发球的落点。这一局啊，马龙的发球其实挺成功的啊，对手直接吃了三个球了已经。马龙必须积极的想办法啊！哇，这个机会啊！你看张本的反手全是变直线啊，马龙只要一到了反手，他就直接就变直线。但这球变得太凶了，战术很明确，他叫暂停了，知道这一局很关键啊。马龙啊，还是对张本的这个反手这半台的这个变直线，包括速度啊，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啊，感觉，啊，都是超出了他的一些想象。上来，又是一个接发球啊！10-7叫暂停呢，张本肯定他的教练肯定也想让他把这个发球啊拿住，而且知道这一局啊要赢下就3-0，如果被马龙给逆转回去，基本上。给他的反手啊，这个落点啊给的不太好啊。张本啊，今天啊从马龙的正手啊得分很多啊，全是从马龙的正手突破，尤其是反手这种快的这种倒直线啊。所以马龙啊一定要有准备啊。
马龙今天这三局啊，整个在接发球这个环节上都是比较被动啊，必须要想要扭转局面的话，接发球这个环节一定要处理好。看看马龙的这种应变逆转的能力啊，给龙队加油啊，要充分的相信龙队啊。好球，好球啊！好球，好球！对，调动啊！好球！好球！对了啊，一分一分的啊，跟他缠住。好球！非常好啊！好球，对。对手的心态肯定会有变化啊！3-0领先，他也知道快赢了，所以呢，这种出手啊，肯定不会像前三局那种毫无保留的去出手。好球，你看这明显的反手啊，开始这种失误的增多。好的，马龙啊，好球！对，马龙要主动啊，一定要主动啊。啊，对手全是搏杀啊，落后很多的开始全是搏杀了。注意啊，小心小心啊。好球。自己的发球啊，拿住啊，连得两分。好球！好球啊！11-3啊，马龙最后一局啊。已经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啊，希望马龙啊，咱们要充分相信的马龙有这种逆转的实力啊。在接发球的环节处理好啊，就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一局很明显啊，张本就不像前三局那么强势啊，这个反手你看也在失误很多，他肯定是有想法啊，前三局是在拼，现在看到了有赢的希望了。
相对的就会保守一点啊。马龙啊，还是一分一分跟他缠住啊。咱们来看第五局的比赛啊，好球，好球啊！你看对手现在开始无谓失误了啊。好球。对，他不可能一直像前三局似的那样没有无谓失误啊，然后质量还那么高那么强势。好球，非常好啊，这节奏非常的好。哇，这个球啊，机会啊，白线啊，这球搓得很长。马龙的接发球啊，还是要注意。好球，马龙现在保护正手了啊，知道对手这个啊老是变他正手，你看现在马龙这个保护正手的这个保护得很好啊。好球，啊，非常好啊！马龙就控制这种节奏啊。非常好，哎，你节奏的变化，啊，现在整个啊，这种比赛的节奏啊，都在马龙的控制范围之内。前三局呢，张本的这种速度包括变线有点把马龙给打乱了啊，现在感觉呢这个龙队啊基本能控制住，哎，这个局面看到吧，好球啊，马龙还是要盯住啊。好球，非常好啊。好球，你看了吗？他的这个，你看这两局啊，第四和第五局跟前三局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啊，真的是差距太大了。张本的这个整个的球啊，马龙呢，不能让他轻易得一分啊！好球，非常好啊！对，马龙就控制这种节奏啊。前面三局啊，他一直始终是在搏杀啊，给马龙打的呢有点乱，而且呢所有的球都上了，质量非常的高。你看后边这两局呢，马龙呢。一个呢，对手的这个心态啊，不像前三局那么高的质量搏杀。你看这两局都没戏，一局三，一局二。
相信马龙啊，这种调节能力和逆转的能力啊，现在已经追了两局了。马龙的这种调节能力啊，而且遇见困难这种摆脱的能力啊，还真的是很强啊。继续给龙队加油啊！这个球其实发得很好，马龙这发完了在侧身等着他，没想对手弄一直线啊，没关系啊。好球好球好球，非常好啊。转换的真快啊！龙队还是注意控制节奏，少跟他打这种这么快的这种相持啊，还是要注意控制节奏。看看马龙的发球啊，一定要拿住啊！来，该叫暂停了。这几个球啊，对手打得好，主要是对龙队的这个落点啊，变化呀不够。看看啊，龙队能不能及时做出调整，在这一局啊1-4落后局面给他逆转回来啊。擦边，这个球啊就是一个转折啊。哎呀，这个机会啊，马龙这种球不能丢啊。
这个接发球有点犹豫啊，慢接了啊，没有摆住。马龙想盯着半出台，马龙必须要把尽快把比分给追进啊，不能让对手老领先好几分。好球，好球啊！好球，这个发球的落点中间场发得非常好。对，尽快把比分追进啊，对手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。哎呀，机会机会啊，这个球啊，马龙手里有个机会，已经出现机会了，这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对手啊，明显是个搏杀啊，发完球就往正手短的跳，准备拧拉。马龙这球很聪明啊，直接搓到中间长。马龙两发球拿住啊，把比分追进，追到7-7，这个球就有了。非常好啊，这个发球的落点非常好，反手小三角。哇，又是一个机会啊，马龙都已经等到了这个球啊。哎，这一局啊，这个正手两个机会啊，两个机会了，这球都已经等着了，算好了都已经。没关系啊，再继续咬啊，接发球又咬住啊。接发球啊，出现问题了。这两个接发球啊，接的都质量太低了。张本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，看看马龙啊。